蛋花汤吗？看起来很像玉米浓汤哎，这边就长这样。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中国料理啊，是鸡蛋炸鸡。你吃饱了吗？嗯、你吃饱就好，你给我闭嘴。嘿嘿嘿嘿嘿，开心吗？米饭豆腐，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凤凰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这是我老家，那这是我们家的那个幼稚园。那这是我哥，我哥现在 Terry， 他刚带我们到这里。我们现在要跟 CJ， 我弟弟，还有我的子女，还有我的侄子碰个面，因为他们说他们要去吃饭。耶、yeah, ，开心吗？有点腻耶，其实因为我在美国每次都吃那些汉堡、素食，还是意大利或者是墨西哥菜耶。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东西很好吃啊，台湾找不到好吃的、啊。有一些蛮好吃，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腻，怀念在台湾吃饭啊，或者是日本料理吃面的感觉。啊，那你跟我讲，你最怀念什么台湾料理？我可以稍微躲一下那个太阳吗？你很过分，你自己要站那么亮。我最喜欢还是日本的定食，有饭的啦，有饭的，我最爱吃饭。哦，饭有饭，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我带你去吃，我们去吃那个中国料理好不好？啊？正式的中国料理好不好？不要，对，我要让你吃到最好吃的中国料理好不好 ？OK。不要再吃那些有的没的哈，很好吃的。你确定好吃哦？哎，我跟你讲，比台湾好吃100倍。你肯定比台湾好吃100倍。Okay, 好，那我就来试试看。温汤是馄饨汤哦，温汤是。我听说他们的馄饨是炸的、啊，也有炸的、啊，你没有吃过？你有没有宫保鸡？哎、欸，没有，真正的馄饨是炸的。啊、哦，才不是嘞！真的馄饨是炸的。好，你点来我来看。好，好啊，好啊。这是蛋花汤吗？看起来很像玉米浓汤哎。我的筷子呢？这是蛋花汤啊，什么筷子？这喝汤为什么会需要筷子？确定我怎么看到玉米？这是玉米浓汤吧？没有，这是蛋花汤啊！你看蛋，还有豆腐哎、欸。拿蛋花汤、啊。有豆腐，有蛋花，还有玉米，这个好吃哎、欸。没有，它好像有另外一个叫蛋花汤，叫 egg flour soup。哦， egg flour soup， what is this? Beef 炒饭。Beef 炒饭？ No, that's not no beef 炒饭。炒饭 is right， 这是炒面。It's noodles, right？ 我觉得怎么样？真正的美国中国料理怎么样？其实应该美国也有分很多种的中国料理，但这个好像是偏有蛮 mix 的，就是有一些广东菜还是香港来的。是像这个很像是牛肉炒河粉，这个很好吃，我很喜欢。它味道蛮重的。炸春卷怎么样？炸春卷也蛮好吃，但是它里面的料好像没有肉味。试试看啊 ，crispy。嗯哼。然后会沾那个番茄酱，里面都是菜。那不是番茄酱，那是 sweet and sour 酸甜，我说酸甜。哦，对，我们拿到了筷子，耶、yeah. ！他们特别帮我们准备。你有吃这个吗？赶快吃，吃一口看看。刚好吃，我刚好吃。你有吃哦？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炒菜，炒菜，对啊，猪肉炒菜，猪肉炒菜，它是用那个红烧肉，然后再加很多的酱，然后炒。不知道港式料理有这一个吗？那个好吃吗？你觉得怎么样？我只能说这不是我喜欢的，我比较喜欢刚才那个牛肉炒河粉，是港式料理里常会有的。但我觉得这个不好喜欢那个，肉还不错哎，你看，真正的炒饭来了、哦，炒饭 ，OK，Sweet and sour pork，Orange chicken， 哦 ，Yes， 我另外一个侄子来了，He's definitely not camera shy。What do you think, Carl? Is that good？ 你刚才吃什么 ？What did you just eat？Orange chicken. So those 3 months serving today, they got 3 months. 这是宫保鸡丁，宫保鸡丁，没有排骨，糖醋排骨，但是没有骨头，这个才是好吃的。糖醋排骨长这样？对啊，我们刚已经。点完了都全部吃完了吧，对吧？都吃过一轮了。
但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那个牛肉河粉，他做的蛮到底的。牛肉河粉而已，那其他的东西都很好吃吧？牛肉河粉，谢谢。我们来问一下其他人喜欢什么，就是你们这些美国人到底喜欢哪一些食物？What's your favorite?My favorite was the noodles. The first one, what was that called? Oh. The very first one. I only know in Chinese. You teach her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牛肉河粉. Who? 牛肉 means beef. Yeah. 牛肉 beef. 河粉. Perfect. 河粉. 河粉. 牛肉河粉. Like that. Yeah. That, I like that. You say it again, 牛肉河粉. 牛肉河粉. Thank you. Yeah. And then? The egg drop soup was okay, but they didn't have fried wontons. Oh. You need fried wontons. 那个汤，它可能要加那个炸物。我这好像没吃过这样的料理。What's your favorite thing on the, that we had? 他喜欢的是这个。哦，就是红叉烧肉炒蔬菜。Which one your favorite? So you know, my favorite thing is orange chicken. 是酱炸鸡，是酱炸。对对对，我不知道。是你这是中国料理，怎么会不知道哎？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中国料理啊？橘子酱炸鸡 ，whatever. What's your favorite? I think everything was pretty good. Everything I had was delicious. The service was great. The service was probably the best thing. 好官腔，好官腔。Service. I agree. Service was the best. 来这里的服务。你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小费 ？Yes. Further tip. 美国就算是中国餐厅，要记得给小费哦。那你要给多少？15%、20%？今天的服务吗？哎，满足吗？20%。I love the egg noodles. I love the egg noodles, man. This one? Yep. And I like that duck sauce. 他喜欢这个炒面，还有这个鸭脚。这个炒面有点像那个意面。炒意面？意面吗？炒意面，类似炒意面。你觉得美国？中国料理跟台湾中国料理哪个比较好吃？台湾。What？ 台湾。什么意思？你这里的没有、你真的不习惯了，不习惯。也许这是美国人的口味，我真的不习惯。就是最合口味就是那个牛肉河粉。那你不要再靠腰说你都没有吃到这个中国料理，我今天带你去吃，你还在那边靠背。哎、什么意思？那有台湾料理吗？我们下次吃台湾料理。我会给三分，好烂，好烂的结论。没办法，就是刚好通过。啊，好，不用 pass。反正皮蛋豆腐，我们会带你去吃一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或是你自己觉得可能比较稍微特别一点，那你觉得这些东西很特别吧？嗯哼，有饭吗？有台湾，不是台湾，但是有中国的味道吗？不一样，完全就是不一样。但是就是这样嘛，哈，真的你去哪里都是会吃到一些不一样。但至少你吃得开心，你吃饱了吗？嗯哼，你吃饱就好，你给我闭嘴。